第一步打开料理包，用骨鸡腿肉炖制15分钟，不多不少。点火，锅中上气，倒入我们的冻菇鸡腿肉，放开，浓火蒸制15分钟，关火，出锅上菜。法环收工。今天推荐电影是刘俊烈主演的电影《夜宵》。废话不多说，正片开始。留神，留神！留神！뭐 하나? 벌써 안 죽어?